那好冷啊，你们两个人。你看我比较冷，我把整个带冷。Everybody, Adam Bobrow here with another episode of Ask a Pro Anything presented by Andro, Team Koala Edition. And now, over to the Chinese National Team Training Camp to talk to Lin Winru and Du Hoi Kem. Over to you guys. 更喜欢打单打还是双打？谁是你最喜欢的搭档？双打吧，保证挺好。列举一条，如果可能的话，你最想在乒乓球中更改的规则，说说为什么？跟对中国队的时候打10-10开始。比赛前如何使自己处于正确的心态？还是做得不好。好冷啊，你们两个人。我比较冷，我把整个带冷。如果你能从世界上任何人那里窃取一项能力，你会从谁那里取得什么技能？你的反手力。满意吗？太满意了。你更喜欢台湾珍珠奶茶还是香港奶茶？香港奶茶。你反对吗？不反对。你最近看过的五部电影节目是什么？看了一个连续剧叫《瞄准》。All right, reflex challenge. Who's faster? Ready? So focus. What? 这是怎么？他赢了，他赢了。你为什么没动啊？